听讲我咧顺哦，我礼拜要食饭哦，会用你啦。啊，若是讲哦，你咪哦，看恁小妹无伫咧哦，啊，若当真我这老的哦，才要食饭哦，安尼就免啦。啊，唔是啦，是我假讲哦，我一个人食饭，无人甲我做伴，啊，就想讲转来拜托你甲我做伙食饭啦，顺续啊，食免钱，安尼干嘛用？安尼也用咩啊？结龙啊，你啊，归去哦，搬搬转来厝会大好啦。你遐家一个人哦，安尼当外口食无营养，啊，着去当面安尼摒扫洗衫，有诶无诶。你着安尼较早转来厝内面老师用恁啊，安尼当着拢替你摒啊，三日食饭搁免钱，啊，我来当安尼陪你食，你啊看安尼加偌好啦。爸，来啦，食过啊。你即卖嫌我搞的啊啦！你要讲话是用啦，啊，毋过拜托你，莫开嘴，你一直咧塞塞凉，啊无到时阵我鼻仔蒙蒙的，包边拢倒去食。啊，一定是讲迄个话安尼来气我呀！无安尼，你着减讲两句，这包边当的代志就袂发生啊，对无？好，即卖大家莫讲话，食饭，啊，来，莫讲莫讲吼。天龙啊，我看你也是搬动也好啦。好意思啊，我食饭的时阵才出现就好啊。我即卖咪咧讲食饭的代志啦。我咧讲哦，公司哦实在足无用的啦。啊，你哦那呢倒转来甲我斗三工，真紧啦。我咧找你个公司，总共安尼甲你介绍讲讲的哦，你真紧就熟手啊。啊，微信唔是公司画较好好个，哪会用需要人手啦？林小妹最近拢无来啦，连公司嘛无去。你到即马才知影啊？公司无用啦，不然我家一个老的啦，当面也要开会啊，啊要去接客户，无用当无用使，就讲准拄煞。我若想着讲林小妹介李建华安尼一尴尬，当面搞咧计较要分财产的代志啊。讲了安尼，当公司讲我有贡献，安尼当来伊教我计较，我会知哦。若想到这样，我食不落饭啊！食饭的时阵，莫想迄无欢喜的代志了吧？那我多讲无爱去遐想啦，哈！讲啊，林小妹，一尴尬就甲计较要分财产，什么小话无就敢甲我安尼算啊清清楚楚？我若想到我一心的新闻哦。我是要放了我的后生啦，不过我这后生啊，也无要甲我接啦。后生查囡拢总唔肯听我的话，你想，我哪会袂去？我愈想我就愈气啦。好啦，生气是生气，啊，不过生气嘛爱食饭啊，无到时阵拍歹你的身体，嘛是家己艰苦，对吧？你还烦恼我拍歹身体啊？当然嘛会烦恼，你是我的爸爸。要若甲安尼讲哦，你着安尼哦，赶紧倒转来公司哦，甲我斗三工啦。啊，我货运公司就已经足无闲啊，你搁我转去斗三工，我真正无迄能力啦。哼，我若毋叫你讲安转来安尼斗三工者，啊着安尼甲我塞东塞西哈，啊讲了安尼是咧关心我，啊你毋拢咧关心假。爸，迄饭菜遐尔多，我一个人食袂完啦。到时阵啊，阿姨佫予你妈，你就斗食看啦。来啦，哈、啊！食你煮的饭，就我想到你向我求婚的迄天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这嘛会当予我较袂去想到我甲阮爸冤家的代志。安尼就好。奶奶，你敢会常常煮给我吃？你若爱吃，我当然会常常煮给你吃。恁爸爸到时若无给你财产，你就免孝顺，我会替你做半项代志。我拄才回去的时阵，爸一个人在吃饭，感觉就孤单啊！一个人吃饭哪有什么滋味啊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回去找爸参详啊！不是安尼倒去。我袂回去。假使讲爸真正希望我回去，那安尼伊就爱证明给我看，伊爱亲身来带我回去，
而且财产应该爱安怎分配，就爱安怎分配。啊，那无？啊，那无安怎？无安怎？伊就给我陪爸食。爸是哪食饭，哪咧念你？因为足思念你的。啊，你咧？算你无遐无紧，就因为爸无分财产给你，你安尼怨恨伊，用这款的方式甲伊抗议，你安尼是咧折磨爸呢？我伫咧折磨爸，安尼你咧？迄间厝，你有偌久无转去啊？这几年来，你阁转去几届？这几年来，你敢有想过爸的心情？你安尼做嘛是咧折磨爸？若是安尼讲，你对爸的无情，比我还搁较侪倍。你若准讲你即摆有咧友好爸，你就当来教训我是无？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袂替我家己辩解。我是希望你会当加替爸设想，想看卖伊的心情。搁再讲，爸嘛无阻止恁两人结婚啊。你想要结婚就去结婚，为什么还不敢呢？敢讲无分到财产，会影响到恁结婚的意愿？你两个人去订婚未？阿伯，陈维新，是不是李建华搁咧杀人哩？建华伊无杀人，我啥？是这口气我吞袂落，我要等爸来甲我讲清楚。李建华，维新这口气吞袂落，你无甲口肯，你唔是讲你就爱维新诶？你搁讲，若是会当娶到维新？就算讲无财产嘛，无要紧。是啊，我是捌安尼讲过啊。啊，不过维新这几天哦，心情无好，我袂当勉强伊去登记。搁再讲，我甲维新是无可能分开的。无差这几天啦，维新若讲要等，我就陪伊等。在阮厝内底的时阵，你讲到遐尔好听，袂输敢若无娶到维新，你会死同款。啊，即摆维新对你出来。你煞讲无差这几工，我看微信会甲爸冤家，会甲爸倒去哦，拢是你咧使人诶。建宏，你算是我诶大舅啊，你安怎讲我拢吞会落？啊，不过你唔通侮辱我甲微信诶感情。你遮诶话嘛，上好莫互爸听着，那无爸干来愈来愈对我无信任啦。你妈咧讲一套做一套，你是虾米款人？我上了解啊。好啊，你即摆愈来愈敖。把维新杀在阮的面头前，让维新替你甲爸争财产。我看，你连等着维新争着财产，你才会跟伊结婚呐。维新，你看，恁哥就是安尼看待咱的感情。我看以后吼，不管是结婚也好，登记也好，恁哥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咱两个拆分开。伊就是爱咱两个分开才甘愿。哥，你出去。信，你哪会遐尼啊戆啊？你即马是李建华的家己囡仔呢。哥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紧出去，哥，你出去啦。微信。微信。你即摆的态度是正确的，你一定要等恁爸让步，你唔通哦，互恁哥来遮甲你说两句，你听一听就啥物拢袂记哦。安尼啦，我感觉讲哦，我呢哦打拼一世人，啊，食到这年岁哦，想袂讲讲我会去拄着一款代志。是阮查某囝，伊安尼坚持要甲伊个李建华结婚，我就安尼念伊几句尔，啊，就安尼离家出走。讲到我个后生，我想讲，伊对我看有啥物改变啊无？想袂到讲，连伊也无要教我住做伙。啊，我一间厝安尼遐尔啊大间，安尼家一个人住啊，到到尾啊，我才想讲，我真正是一个孤单老人。阿伯。你唔通安尼想啦，你后生甲查某囝也是真友好哩。
啊，先还一点仔时间，等大家心情也平静落来，伊就回去啊。无遐尼啊简单啦，我两个囡仔个性哦，我知影，甲我感觉哦真固执啊。阿伯，你像你咧替伊想，替伊设想，伊哦早晚了解你的苦心。多谢你的安慰啊，我家己心内有数。是的啦，阿伯。啊！你即马遮尔啊艰苦，我嘛爱负责你。啊不，这样甲你吼无关系啦，你莫误会啦。你莫就是讲我今仔请你来吼，也是要甲你接备一挂代志嘞哈。我是纯粹吼，招你安尼来讲一下话，甲我一挂物质的代志安尼讲一下出气啦。我知影，是我家己咧怪我家己。代志即马变甲安尼，我确实是要负一部分的责任。哈。无啦，这甲你无关的啦，你嘛是受害者啊！你哦，我呢哦，责备你家己啦。阿伯，其实我即摆已经失职啦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你讲总经理的代志。哪会安尼啦？我老师应该无可能甲你洗头了啊，是你家己要走的啊？是不是为着我走起的代志？无啦，是我家己做的决定。我感觉足歹势呢，害你安尼全无头路，还是讲遮讲你慢慢离开啊？无啦，阿伯，这是我家己的想法，你唔免因为安尼哦，就感觉是你的责任。你会当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啊？你若是想要找人开讲哦，你做你靠我。我知哦，你安尼讲哦，是袂有安尼日子较好过尔啦。但是，我来多谢你啦。你敢有考虑搬转去和恁爸做伙住？你哪安尼问啊？你有去找阮爸？我唔对，我有甲阿爸见面。虽然讲阿爸无讲啥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伊即摆就需要厝内底的人陪伴。你想看嘛？恁小妹即摆无住伫个厝里，恁爸伊即摆就需要你。啊！你在笑啥？无啦，我有去找卫生，叫伊转去。啊，即马你来找我，叫我转去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这代志哪会拢遐尔好笑啦？咱拢希望别人去做别人无介意去做的代志。我毋是要勉强你去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嘛唔甘看阿伯遮尔啊孤单。你哦，拢无了解恁爸爸的心情。你想看卖？伊即摆心内有诶，无法度对家己诶后生抑是查某囝讲，干那会当讲我即个外人听？你敢会当体会着伊心内有我尔寂寞啊，搁遗憾？你若袂讲话啊，你是毋咧讲我上加步啊？我哪有可能讲你加步啦？好啊，莫干那关心阮兜诶代志啊！啊你诶，你甲李建华何解啊？你哪会知影？卫生哦，想要说给阮爸，和伊甲李建华结婚，伊可带李建华来阮家。啊，李建华就摕伊甲你的迄个切结书摕出来，讲伊甲你已经切到足清气啊。原来李建华的切结书是为着要做这件代志，是讲一定有可有讲什么代志啊，对不？希望卖对你还佮阿伯造成困扰呢。好啦，那无代志，你无闲，我先来走。对啊，你刚给我迄张批，我有看。其实伊对阮陈家无任何亏欠，伊做了无唔对。是啊，你敢若无想要讲这個？唔是啦。讲起来，是我无应该无讲一声就离开啊！啊，不过我感觉，我知，是我这个头家哦，想要阿爸无你离开。啊，不过我即马了解，我袂勉强你。多谢你的体谅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嗯，拜拜。